我是刚刚列车的那班是一年那个5月9号，核弹核弹7:18，我的是408次哦，408再叫花东银行台东的超值直达，用3天行的皮蛋豆腐藤用新能机这样列车，好快，超帅的。有3001车网哦，皮蛋豆腐藤号408次，还蛮多人的，是吧？开启车门，叮咚叮咚，我的408次是508车。树林八就花灯号台东，走一往3天行，12/2面组的皮蛋豆腐藤一号，新城区自强列车。这还蛮感动。这个这个。好的，3001间车网是跑408，还不错了，对吧？啊，如果你喜欢片跟妈掌们多多点赞，对吧？然后只拍10到12集，内部这样，对吧？如果你喜欢片跟妈掌们多多点赞，对吧？都是驾驶室。408次哦，408车，九花灯厂台东的超优质直达，用3000行12面组，3001车王皮蛋豆腐藤啊，新恒基站列车在核弹停靠斜杠的，再见，拜拜。